Ladies and gentlemen,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, please? We're now ready for takeoff, so please extinguish your cigarettes and fasten your seatbelt. 然后在后面，然后从后面，他的前，他底下头来，当美女邀请你的时候，千万不要低下头来。低下头来，我们美女最喜欢找低下头来的那个贵宾哈，一起上台。也千万不要直视他，因为你直视他，告诉他一句准备好了。 就是那个，哎，对，我们那个丁姐姐，丁姐姐旁边那个穿白色衬衫的那位英俊中年大叔啊，那个邀请一下，那个邀请一下啊。哎，怎么绕过的嘞？哎，那一位，白色衬衫的中年大叔啊，那一位，对。 好，来再次后折腰喽。好，来站成侧躺，才可以让各位的摄影师同学们看到。好，膝盖弯，从胸突，对，我们的颈椎是一节，要有一些。
你要向后俯冲哦。然后收下腹，收后腹，收上腹，然后提胸。对，所以是筋痛、肚子痛、胃痛上，可以啊。你现在最好筋痛，再次筋痛、肚子痛、胃痛上，但是你正确的是下腹肌，什么肌？什么肌？没有人讲，然后还在字收下腹肌，胸腔上，好，反身要再次蹲，收上下，好，再次五六，好，来一个正蛇加一个反蛇，让大家体会一下，蛇腰下，反蛇上，翻起一趟，好，来再一次哦，蛇腰下。等一下小跑步，来多一点，春秋哦，所以要把你的后脚跟抬起来，春秋，然后加上我们刚刚的臀部右左，加油，对对，很好，对对，很好 ，good， 再多一点，累了吗？来，春秋往前。我们这位大叔哈，人家老丁老师跳起来是这么的美妙，他跳起来很猛啊，啊，他的姿势像迅猛龙。谢谢。我在旁边也跟着一起动，我突然发现到一件事情，那我就是我们跟我们的主任，跟我们的主任哈，跟我们的组长哈一样，我们两个都没有天分哈。其实主持人也应该要领我们两段才对啊，对不对？谢谢。